距今约2500多年前，在印度山区的某个洞窟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在众人面前诵出经文的，是世尊弟子中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是听过世尊所有教诲，并正确无误流传给我们的人。有一次，世尊在焦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的奇树节孤独园里，和1250名弟子在一起，每个都是德高望重的大阿罗汉，以长老舍利弗为首，目犍连、大迦舍、迦旃延等诸大弟子，还有文殊师利、阿逸都、前陀诃提等许多大菩萨，以及无量诸天大众，共同聚会在一起听佛说法。世尊这么告诉长老舍利弗：舍利弗，仔细听好。是的，世尊。这部《佛说阿弥陀经》是佛经中很稀有难得的一部，没有人向世尊发问，却首先向被称为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说起。从此处向西，越过10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有个世界名为极乐净土，那里有一位名称叫做阿弥陀佛的佛，现在正在说法。世尊最先说极乐净土在西方，为何在西方呢？因为西方是太阳及月亮沉没，一切万物回归的地方，表示我们最后回归的地方就在西方，这个方位最适合。世尊接着说，极乐净土是在越过10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10万亿是表示无限远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作是理想到真实世界的一个表现，这个真实世界就是极乐净土。世尊说，那里有位名号称为阿弥陀的无比庄严的佛，而且说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现在不仅是指世尊那个时代，也是指2500多年后我们的这个时代，那是永远的现在，一直存在着。舍利弗，那个国度之所以称为极乐净土，是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痛苦，只有各种的快乐啊。世尊说，人世间充满许多的痛苦，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在受苦，在成长的过程中免不了会生病，喜欢的人或事物不一定都可以得到，必须和心爱的人离别，也必须面对讨厌的人，最后都要面对死亡的折磨。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相反的，阿弥陀佛的世界不止没有这些痛苦，而且还有无比的快乐，所以那个世界被称为极乐净土。那么那个极乐净土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呢？舍利弗啊，
极乐净土到处都有七重栏杆围绕着，并且装饰着七重珠宝编织而成的罗网，以及七重行列整齐的奇妙宝树。这些都有金、银、琉璃、水晶等多种宝物装饰而成，遍及整个国度，相互回应。舍利弗，极乐净土也有七宝池，池中的水具足澄净、清冷、甘美、清柔、润泽、安和、除饥渴和长养善根等八种功德，甘甜清美，长流不断。池底还铺着耀眼的金沙。印度是炎热干燥的国家，对人们而言，阴凉的树与清凉洁净的水是非常珍贵的宝物，所以世尊要形容净土的魅力，就先提到树与水的美，以表示净土之好。接着再说到七重栏杆、七重罗网以及七重行树的盛景。水池的周围有金、银、琉璃、水晶等重宝合成的台阶及道路，上面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楼阁建筑，装饰着金、银、琉璃、水晶、砗磲、赤珠、玛瑙等奇妙的珠宝，美轮美奂。在池中有绽放着的莲花，如车轮般的大小，青色的莲花散发出青色的微妙光明，黄莲花、红莲花、白莲花等各种不同颜色的莲花也都各自散发着微妙光明，飘逸着清雅的香气，清净无比。哇，好殊胜哦！我们这个世界的万物是因阳光的照射而显现光彩的，而在极乐净土，万物原本就可以放出无量的光彩，即使没有太阳的照射，也同样是佛光常照。那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永远没有黑暗。舍利弗，极乐净土有这么多美好纯净的事情，舍利弗，在阿弥陀佛的国度里，音乐缭绕不断，金色的大地每天有几次适宜的鲜花飘落，如同下雨一般。那个国度的人民在清凉的早晨到来后，就用种种供具盛满各种美丽的鲜花，到他方国土去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供佛献花后，就回到极乐净土，随意用过早餐，而后踏着金色的大地，安详自在地散步经行。舍利弗啊，极乐净土是这样的美好，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还有，舍利弗啊，那个国度拥有许多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伽、共命之鸟，这些鸟儿不断唱出和谐悠扬的声音，那声音传达出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启发人们正智的觉悟之道。住在净土的人民听到这种法音，
自然升起意念佛、法、僧的正觉之心。佛、法、僧称为三宝。佛是指圆成正觉之道，并以慈悲智慧引导众生的人。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教导，指引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方法。僧是指依佛教法如实修行、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出家修行人。众生若能遇到佛、法、僧，便如同在漂泊的苦海中遇到舟航，在无名的暗夜中遇到明灯一样稀有可贵，所以称之为宝。这是一切众生的真实皈依处。然而，舍利弗啊，在此有一件事要注意，你不可以认为那些禽鸟是因前世犯错而落入畜生道的，因为极乐净土没有因恶业而显现的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极乐净土是一切平等的国度。三恶道是可怕的迷惑世界，首先是地狱，这里是因极度愤怒、怨恨而造作恶业的人，死后在这里接受身心极度痛苦的折磨。第二，恶鬼是因贪心不足、不择手段获取利益的人，死后饱受饥渴、贫穷痛苦的果报。最后的畜生道是因忘恩负义、寡廉鲜耻的行为而带来的愚痴果报。舍利弗，极乐净土连恶道的名词都没有，怎么会有恶道的事实呢？所有在净土飞翔的鸟儿，都是阿弥陀佛为了使说法的声音普遍流传，以慈悲愿力变化所做的。从以上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不仅是禽鸟，其实整个极乐净土的事物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显现出来的庄严世界。舍利弗啊，极乐净土时常有凉爽的微风吹拂，吹过宝树行列和珠宝罗网，就会奏出美妙的音乐，那种声音宛如百千种乐器同时奏出的交响乐一般，和谐优雅，悦耳嘹亮。每个听到的人都会自觉地在心底念佛、念法、念僧，修养心性。舍利弗啊，极乐净土是这样充满无限祥和的世界呀。到此为止，世尊一直解说美丽光明的极乐净土，将我们极力追求的真实世界以浅显易懂的说法加以说明。还有，舍利弗啊，你知道那位伟大的佛陀为何称为阿弥陀佛吗？舍利弗啊，那尊佛的光明无有限量，遍照十方国度，无所不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所以才称作阿弥陀，
也就是无量的光明佛之意。世尊在这里终于谈到阿弥陀佛本身了。阿弥陀佛是光明的佛，他的光明没有尽头，他的光明照射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众生受到这种智慧光明的照耀，都能得到身心安乐的真实利益，进而融入到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之中，认识自我。原来我们每个众生的自性也同样具足无量的光明和智慧。还有舍利佛啊，阿弥陀佛的寿命和那里所有人民的寿命一样无限的长久，跨越无法计算的时空，所以才称为阿弥陀。舍利佛啊，阿弥陀佛成佛到今日已经有十个大劫的时间了。阿弥陀是世尊使用的古印度语，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测量之意，合起来就是不可测量的意思，简称无量。世尊说阿弥陀的光明是无量的，现在他又说阿弥陀的寿命是无限的长久，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拥有永恒的光与生命，随时都引导着我们的佛。还有舍利佛啊，那尊佛的门下有数不清的声闻弟子，他们都已证得阿罗汉果，菩萨的人数因是无量无边。声闻是听佛陀说苦集灭道四种真理之法而悟道的人，阿罗汉断除了错误的见解和思想，了脱生死，是声闻中成就最高的人。菩萨是在自觉的基础上发心积极帮助众生觉悟的人，以度众生成佛为最终目标。当然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一切平等的世界，所以弟子间也没什么差别，大家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开导而悟道。所以这里和刚才讲的鸟儿一样，纵使是声闻、阿罗汉、菩萨，也不因差别而受歧视。舍利佛啊，极乐净土就是这么完美的世界，升到极乐净土的人们都得到永不退转的果位，其中特别优秀的等觉菩萨是无法用数目去计算的。从现在起，知道极乐净土的每个人都可以真诚发愿，愿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到那里可以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谓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能和如前面所说的圣者菩萨们生活在一起，远离烦恼和恶缘。当然这里面也会有很多以往的六亲眷属，大家都可以相聚在极乐世界，一起听闻阿弥陀佛的开导，学习悟道，到其他世界去帮助更多的众生脱离痛苦。世尊的这些话
后来不知安慰了多少人，鼓励了多少人。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升到极乐净土呢？现在就到了阿弥陀经最重要的一段，世尊最先说发愿，我这一生一定要升到极乐世界。可是舍利弗啊，不可以少善根及福德因缘得生到那个国度。世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怎样才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呢？其实这里所说的善根，就是听闻到极乐世界，能深信不疑，对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完全接受，这就是多生的善根成熟了，能对极乐世界升起恳切回归的愿心，又能如下面所说的一心念佛，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德了。舍利弗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持念一日两日三日或到七日，一心不乱。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归命礼敬的意思，执持名号就是一心念诵阿弥陀佛的圣号。重要的不是日数或念的次数，而是专心一意，无杂念，深信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经上说，佛念众生如慈母意念游子一般恳切，众生若能如游子意念慈母一样意念阿弥陀佛，那么就会得到阿弥陀佛愿力的摄受接引，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当这个具备信愿之心的念佛者寿命将近时，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力，带领着西方极乐国土的大菩萨、大阿罗汉们，亲自显现在众人的面前，放光普照，慈悲保佑他，令其身心安稳，不受干扰。只要此人心里没有牵挂和怨恨的想法，一心清净念佛，那么即刻就可以随佛往生到极乐国土的。净土称为二力法门，即自力与佛力。众生只要能够深信发愿，一心念佛，就决定蒙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具足无量的功德，阿弥陀佛在成佛前发下拯救一切众生的大愿，如今大愿达成，化成六字名号。所以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时，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发挥在我们身上，现前可以消除罪障，将来定可往生净土。当我们念念与佛融为一体时，甚至不必等到临命终时，当下就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和极乐世界的安乐，所以这是最为真实的利益。
舍利弗啊，我观察到此事对众生有这种大利益的缘故，才会说这个殊胜妙法。舍利弗啊，赞美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不只是我一人，在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乃至下方和上方世界，都有如恒河中的细沙一样多的诸佛，在各自的国度里显现庄严的法相，说这部殊胜的经法。大众啊，你们应当深信这一部宣说阿弥陀佛的经典，这是一部具足不可思议功德，而且得到一切诸佛共同护念的经典啊。因为有诸佛现身证明的缘故，这一段经文被称为诸佛的证明。不仅释迦牟尼佛这样宣说，就连六方诸佛也都来证明，证明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共同宣说的，我们应当深信不疑。舍利弗啊，这样你知道本经被诸佛赞赏的原因了吧？将此经称为阿弥陀经的是译经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法师，这样的翻译让人一见经题就先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与佛说此经的宗旨是吻合的。舍利弗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相信诸佛赞赏的阿弥陀经，听得此经的善男子、善女人，在这世间就会得到诸佛保佑和意念，得到心灵的清安与生命的永恒归宿，在走向成佛的正觉之道上永不退转。在这里听这句话很重要，不只是耳听，而是心悦诚服的深信不疑，并能按照佛说的方法去实践，才会得到诸佛的保护和意念。所以舍利弗啊，你们一定要深信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对阿弥陀佛及诸佛的教导不要疑惑。舍利弗，倘若有人不管是在过去世中已经发过愿，还是在现在世正要发愿，或是等过些时候，甚至是在下一世信念增强后再发愿，想要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的话，那么这些人都可以达到在无上正等正觉佛之果位上永不退转的修行位。同时由于发愿的声音，必将在过去世、现在世或未来世中得到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妙果。因此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倘若有缘能听闻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产生坚定信仰的话，都应当也必然会发愿，愿意往生到这不可思议的极乐佛国里去。舍利弗，正如我现在称赞十方诸佛的不可思议功德，
十方诸佛也同样在称赞看我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他们这样说，释迦牟尼佛能够做到那些极其困难、极其稀有的事，能在这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里，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排除来自自心的及外界的种种魔障，勤苦修行，最终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的果位，更能为一切众生宣说这一切世间里最难以置信的大法。佛说，我们的世界充满五种浊恶污染之事，所以叫五浊恶世。这里所讲的污浊，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是指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的污染、犯罪、疫病、战争、灾难等。见浊是各种错误、偏激、邪恶的见解。烦恼浊是悭贪、愤怒、愚痴、骄慢、多疑等烦恼的思想。众生浊是指众生造作种种恶业，而给自身带来种种不善的果报。命浊是指寿命逐渐减短的果报。这就是经上讲的五浊恶世。舍利佛啊，你要记好，生在这种污浊的世界，以念佛法门作为修行出世成佛的大法，最终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而现在为了世间众生早日离苦得乐，宣说着最难以相信的大法，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就这样，世尊以自己的说法及诸佛的证明，证实了阿弥陀佛永远拯救众生的慈悲大愿。阿弥陀佛为了沉沦苦海无法出离的我们，将出离苦海的一切方法都浓缩到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中。只要我们一心念诵，阿弥陀佛时时处处都会帮助我们。世尊这样说完法后，以舍利佛为首的众弟子和菩萨们以及无数的大众听完世尊的说法，大为欢喜，向世尊深深的合掌顶礼，依教奉行而去。
是我所闻，西方有净土，如是我所行，安阳归一处，如是我所愿，携手故乡路，如是我所念，弥陀大慈父，所愿携手故乡路，如是我所念。